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赖长乐跟各位做介绍的呢就是主天使的完成开箱。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些各部位的细节的特写。我们可以看到说完成的主天使呢上完墨线呢还有贴完贴纸之后呢它的细节呢变得更多了，那整个机体的呈现上面呢也更加的完美。好，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赖长已经完成了主天使。好，主天使呢它的可动性呢相当的好，那在把玩的时候呢一样呢有几点呢要让各位呢稍微来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它的这个髋关节脚部的这个关节这边呢，虽然呢它呢是 MG 的大小，但是呢各位在把玩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当你在摆动一些姿势的时候呢腿部这边的这个地方呢会不会有白化。第二个呢就是肩膀这里。好，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是赖场这边呢有把它的肩膀的这边呢还有胸口这边的相关的零件呢有都先把它拉开来，但是呢各位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各位看这边肩膀的这个地方呢由于它是有蛮多个零件呢组成的，好，所以呢各位在摆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一个部分的关节呢会不会白化。好，不然呢其实呢以主天使的可动性来说呢是相当好的。好，那再加上呢整个手部这里的关节呢相当多，所以它要摆出一些蛮多的姿势呢也是可以的。好，那各位像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是赖长的把里面的这个武装呢也都全部打开来，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呢打开来之后呢它这里的这一个地方呢是可以转动的。好，可以转动的，可以像这样子转。好，它里面这里呢是一个圆形的关节，所以呢它能够转动一些角度。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卡榫呢其实呢非常的松，所以各位在摆一些姿势的时候呢建议呢都是把它拆下来摆动一些姿势呢再装上去呢会比较好一些。好，接着呢就是它后面的这个地方，后面这个地方由于是变成飞行形态的飞机头的这个地方，这里呢它有个卡榫呢是可以接在一起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好，这里呢有个卡榫，这里有个卡榫是可以呢把这边的接起来。好，这样子呢它呢就比较容易呢被固定住。好，那整个主天使的墨线呢其实呢要上的地方不多，但是呢有几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像这里裙甲的这一个墨线呢它的外侧跟里面以及另外一边的外侧跟里侧呢，赖长遇到的问题是呢它的刻线呢太浅了，所以呢赖长呢有多用了刻线笔呢去加深它的刻线，然后呢再把墨线呢上上去。好，这样整个完成之后的主天使呢就会很好看啦。好，那整个主天使呢在摆动姿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就是几个关节的地方呢要各位呢稍微注意一下，其他呢要摆动一些姿势呢都是相当好看的。那当然呢也别忘了就是用脚架来辅助呢整个所有的可动性啊跟摆出来的姿势呢都会更加的好看。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主天使的 MS 形态的开箱，那我们现在就接着呢来把主天使呢变形成飞行形态呢来为各位呢做解说咯。好，在变形的步骤开始前呢有几点呢要先提醒各位。第一个呢就是赖场会建议呢把武装呢全部都拆下来，这样子呢变形的话比较有变形。好，所以呢赖场呢先把光速机关枪还有呢盾牌呢都先拿下来。那在变形的时候呢赖场会建议呢下半身在变形的先变形下半身，那上半身呢我们就先把两只手呢举起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变形下半身的步骤。好，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里呢髋关节这边呢要整个呢把它往下拉。好，整个往下拉，这样子呢才有办法变形。好，
然后呢，整个髋脚下拉，腿部呢往下拉之后呢，接着呢就可以往这边移动。好，把腿部呢这里呢拉出来，再来呢就是脚这边呢往下压。好，往下压之后呢，转90度。好，然后呢调好角度之后，好，接着呢就是把这个肌翼呢拉开来，然后往下拉，这样子。好，这样子呢这个腿部呢就算变形完成啦。好，那再来一样呢是左边的腿部。好，左边的腿部一样，我们呢把它呢转过来，然后呢往外。好，然后呢这里呢往下压，下压之后呢转90度。好，这里的变形呢有一个诀窍，就是各位呢可以看腿部的这边跟后裙甲呢有切齐到就可以了。好，有切齐到就可以了，然后再来一样呢往外拉。好，这样子的话呢，下半身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好，好，这样看起来呢，就是像这样子，腿部呢稍微有点外八。好，然后这边呢再把它收整齐。这一边的裙甲呢，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其实呢都有很容易呢位置都可以跑掉，但是没关系，因为它这里有卡榫，所以呢相当的好配合，相当的好变，相当的好装回去啦。好，那这样子呢，下半身的变形呢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上半身。上半身的话呢，必须呢先把这个呢拆开来，拆开来，然后呢这个呢可以往下压。好，往下压呢，它就呢可以切起后裙甲。好，那上半身的这边呢，有几点要先做的，就是这边呢必须呢先收回去，好，必须先收回去。然后呢，这个必须呢拉开来，因为它这边呢有个卡榫呢，是待会呢对接的地方。好，然后这边呢拉出来。这里呢要往后面收，然后呢要去找这个位置。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这样盖起来。好，接着呢就是把这边的卡榫呢对进去。好，把卡榫呢这样子对进去，接着呢把这个黄色的这里呢往这样子压回去。好，再来呢就是手部，手部的话呢，我们肩膀这边呢就可以先抓着它。好，肩膀这边呢就可以先抓着它，抓着它之后呢，这里呢往里面转，然后呢手部呢收回去，像这样子。好，那同时别忘了呢，这里呢要先装上这个，这样子呢待会这里呢才能够装武装。手部呢就这样子装回去。好，那这里呢也是一样，然后往下拉，调整一下，往里面收。好，像这样子。这里呢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一般的手呢打开来呢，这里呢是这样子，有点空隙，但是当我们把手部收进去之后呢，各位看的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的位置呢是刚刚好的。好，可以这样收回去。那变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边呢它的空间呢要留给它，因为它这里原本的空间呢就蛮大的。
好像这样子。好，这样子呢，其实呢就算变形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武装呢装上去。好，武装呢像是这里光速机关枪呢，把它装上去。好，然后呢？要装盾牌之前呢，它的这里呢一定要先稍微打开一下，这里呢才能装进去。好，像这样子，这样子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好，好，那再来最后呢就把这个呢打开来，拉开来。好，这样子呢就算变形完成了。那整个变形完成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一一的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变形完之后的飞行形态。那整个飞行形态呢，它在变形完之后呢，就会是像这个样子。好，那由于呢它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呢往前延伸，所以看起来呢相当的大。好，看起来呢非常的长。好，那整个飞机的形态呢，这边看起来呢就会像这样子。好，那赖长觉得呢？有几个地方要跟稍微跟各位呢说明一下。第一个，原本以为呢，它在装变成飞行形态的时候呢，手部这边呢是要收进去，会有点像 Z 钢弹那样子收纳的方式。但是呢，变形完之后发现呢，它所需要这边呢，原本呢就需要拉空一点的空间在这边。好，这赖总觉得呢稍微奇怪一点的地方。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盾牌呢相当的松，所以各位在装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好，它的盾牌呢会不会很容易的掉下来。好，那整个从里面看起来呢，主天使的飞行形态呢就会像这样子。好，那这一次呢它有一个形态的赖长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一般呢我们在变形飞行形态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起落架的这个零件，那在主天使这边的话呢是没有的，它呢完全呢就是使用自己的零件呢来做起落架。那各位呢要把它变成有起落架的方式呢，就是腰部这边呢的这零件呢把它往下拉，拉到像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腿部，腿部的这里呢，这零件呢，把它往下拉。好，这样子，这样子呢，就是它的起落架的方式。那再来，如果不需要的话呢，飞行形态就把它往上扣就可以了。好，往上扣就可以了。那这一个也把它收回去。好，这样子呢，就算大功告成了。那整个飞行形态的主天使呢，就会像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相当的帅气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完成开箱呢，就会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等一下呢，后面呢，一样呢，有很多精彩的照片呢，来跟各位展示一下主天使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各部位的特性，还有呢，就是很多呢帅气的姿势。好，那在变形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呢，可以教各位呢来判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说呢，你变形的时候呢。这几个地方呢，零件呢放下来呢，位置呢都会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它这几个零件的位置呢都是有对好的。那腿部的位置呢，各位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呢把零件呢移好，把腿部呢这边移好位置之后呢，这里的是形状是切齐的，好，也就是说呢，只要你黑色的地方呢跟后面的裙甲的位置呢是差不多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代表说你有变形到位。那手部的位置呢，就是刚好切在大腿的根部这边，好，刚好切齐在大腿的根部这边，各位可以看一下，可以刚好切齐在大腿的根部这边。好，这样子的话呢，就算呢你的变形呢是有到位的。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主天使的完成开箱。那稍后呢一样有更多呢帅气有精致的照片呢展示了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完成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喜欢我们 LGH 的朋友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别忘了开启小铃铛。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讯息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到我们赖赏 Game House 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那我们今天的完成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各位 LGH 的朋友们，就下次见喽，拜拜。